刘品言登上纳豆主持的综艺《谁来演戏》时，大方承认自己正在被多位年下男追求。在《未来妈妈》里，刘品言饰演的郭庆就是被年下男追求，现实生活中刘品言同样是新桃花不断，追求者也都是年下男。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，刘品言脸上喜悦挡都挡不住，还夸赞他们超级有趣。说到这儿，刘品言还不忘感谢《未来妈妈》剧组，大赞他们把自己拍得很漂亮。不仅是感情生活，事业上刘品言也攀上新高峰。她因出演《未来妈妈》再次获得金钟奖最佳女配角提名，又因《华灯初上》讨论度大增，一举接下价值百万的代言。刘品言很小时候就出道了，因为那时候还有婴儿肥，所以常被亏太胖不像女主角。感情上刘品言也不顺利，曾因为与阮经天的绯闻名誉一落千丈，后来又和相恋五年男友分手。如今刘品言用自己的实力改变大家的想法，爱情事业双丰收，真的很不容易啊。